裆部分解动作，一、二，保持踢腿动作20分钟。坚持住，都别动，继续训练。很好，说什么呢？报告连长，你的训练方法不正确。我军条例规定，凡战士有伤病者不可以参加大运动量训练，野蛮训练是错误的。别他娘的扯淡，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。继续谁说我病了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下边就该咱们的了。两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吃奶的劲儿都他娘的给我使出来，有听见没有？有。齐步走，加油干！以前唱戏的时候留下的毛病。唱戏？唱戏留下什么毛病了？首长，就是没有锣鼓家伙，啊，就是没有锣鼓垫，我就奏不好。后来大家伙给我出主意说，让我嘴里念着锣鼓垫，扛起带起，扛起带起，这样就奏不错了。首长，这跟九连没有关系，要是错，那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谁说你错了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